洛音凡害得我们无容身之处，现在他的徒弟落到我们手上，该给他的颜色看看。就是，隐心魔大人的噬心符可真是厉害啊！都不这小妞受的了，小妞长得可真不赖呀！啊，送给隐心魔大人之前，不如让哥几个先享用享用啊！ 师父，我错了，你别不要我，我跟你回去，我跟你回仙域去。师父，你别生我气好不好？一眼曾看透，命运若注定不朽，又何惧执手？ 此心若自困未囚，谁又能逃脱？蓦然回首。